台湾金曲歌后徐佳莹最近嚟咗红馆开 show， 啦啦邀请咗林家谦做嘉宾，合唱佢哋共同创作嘅新歌。两位才子才女除咗喺音乐方面擦出火花，连喺台上倾偈都相当有趣啊！聊什么？好困难。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着我？说实话吗？还是客气话？有。你知道昨天彩排的时候，因为我同事就跟我说，他好像很害羞。我说不可能，每个人到了台上都会有另外一个样子。就他昨天真的是，我说我想要拉他过来，你表演一次。我昨天我们还完全不认识，我说你可以站过来一点。我就想，你可以闪他，他就这样。我怕我碰到你，你会不高兴。所以我今天就是完全不敢碰触他的 body。OK， 今天 OK 的。OK。OK 啊。你 MBTI。我其实是 I， 但是在台上必须要 E， 你懂吗？我懂。而且我站在你旁边，我更是 E 到不行。啦啦历年来的经典歌都有唱给大家听啊。